俊，早安啊！你在发呆呀、啊？你早安在发呆是不是？你睡宝宝和宝宝了？嗯。哎呦，你的 Q 猫好像是这样 QQ 的，好可爱。杨永军早安。小永群来了来了，来吃馒头了。哦，给你馒头，妈妈也吃馒头，配饮料，你配谁谁吧，爸爸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嗯，好棒，加加加，好棒。悟空在喝奶奶，你是蝴蝶结悟空喝奶奶，有够高追的。
脚趾头一定要张这么开就对了。小泳裙慢慢喝，慢慢呢。你今天是小悟空，对不对？可爱的小悟空泳裙，好妮妮。然后光光，喝宝宝。
出嫁出了一个年轻人，哦，对他说，陛下，你已经拥有这么多的黄金，还嫌不够吗？国王虽然吃了一惊，但他立刻知道这个人是谁了。他知道这个人能够出现在锁锁的很紧的紧密的房间，一定是一位仙人。于是国王开口便说：“是啊，难道还要比这更幸福的事吗？啊，能不能请你赐给我一个神奇的法力，让我只要摸一摸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金子？”年轻人一听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就成全你吧，从明天早上开始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。”说完他就消失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阳还没升起，天还没亮，国王就醒来了。他很兴奋地马上开始伸手去摸身边所能碰到的任何东西，迫不及待地想试试看。那年轻人说的话到底灵不灵？好了，小永群，我们睡觉觉。啊，我们先练习翻书，然后睡觉觉了，好不好？给你。嗯，我们想要睡觉了哈。你翻书啊？我们要翻书。嗯。咚咚。啊，又一个狗。咚咚。两片。咚咚。小勇君，嘴嘴给你。好了，你眼睛闭闭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小勇君晚安。嗯，妈妈等一下关灯了，你要乖乖睡觉哦，好不好？小勇君晚安喽。中奖喽！中奖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小永群，这是你的小玩具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马上有玩具玩，哇、哦！小永群有玩具玩，啊！永群，是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嗯 ，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。小永群，你中大奖了！哇，你有玩具可以玩了 ，Hello Kitty！ 啊，你先坐着，你让他坐好，我们坐好。Hello Kitty！ 哦，小永群可以玩 Hello Kitty 了，好棒！哦，好棒！哦，你对盒子比较有兴趣。好，给你一个。